现在我们准备上山看一个 castle， 名字叫 Castle Rock。Wow, look at this road. In a quarter mile. 这条小路感觉到了英国的乡下了。这是我们现在要走这个 trail 的地图。还有半个小时，太阳就要下山了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往山上走，走到山顶上这个教堂这儿。这个城堡是在1881年建的。今天这月亮都已经升起来了，太阳还没下去呢。不过现在根据谷歌地图说，我们现在要走上去，最少要走一个半小时，估计走上去天都已经黑了。那就留到下次吧。这就是上山的路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hanks for watching.现在太阳下山下得特别快，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只有教堂这儿还有一点阳光，周围都已经没了。这里多安静啊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